着老师活络筋骨，长辈们脸上挂满笑容，台下的人也忍不住跟着摆动身体。配合当地的风俗民情，五年来慈济之工每星期都会到秀林乡水源部落的长照据点，用唱跳陪伴他们。长者其实都是很可爱啊，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唱歌跳这种模式这样子。那我们也是借由这个慈济歌选的部分哦，把我们这个慈济的一个环保精神潜移默化当中哈，带入他们整个部落的理念里面。顶着烈日，每月固定一次的扫街行程，慈济之工带着长辈走出户外，从村落到水源溪流沿岸弯腰捡拾垃圾，身体力行来维护家园整洁。自然跟水源是我们地球的母亲，我们要懂得去爱护他们。那我们环境干净了，我们健康就可以维护。饮水思源的观念铭记于心，这群家乡美容师用爱回馈大地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范旅昭范磊花莲报道。台湾市稻米王。